个是有史以来啊，我做这个手机以来市场风控的话是比较最严重的一次吧。而且我们在做这个背包客，如果说一天不工作一天没有收入的话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因为在深圳这样的一个一线城市哦，十天半个月没有收入，我们这个背包客可能是真的是无法想象这个生活是怎么过来的。就是前几天不是也停业了两三天吗？我们还在就是吵吵闹闹说什么时候开业啊，什么时候开门啊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现在呢，现在是直接躺平了。这里平时就是人挺多了，但是现在的话就零零碎碎的，就几个人就坐在这个门口这里，也没什么生意，基本上很萧条了现在。